以色列的这个战火会不会影响到全球半导体供应链？以色列跟那哈马斯的战争呢，我相信这个对半导体的供应链啊关系影响很小，不会有什么太大关系。第二个是 Jensen 啊 ，Jensen 本来是预备他本来是预备就是这个差不多是这个时候，而且我是约他来参加我们的运动会，那他说运动会那个时候他还预备去以色列所以当然现在的 schedule 改变了啊，运动会那个时候不能参加，现在也不能参加。下个礼拜我们就要去纽约是吧？我们去纽约，我是有点怀疑我们会见面。刚刚司仪说我是贵宾，我不是贵宾，我是自己人。几十年了，每年的运动会都是我最愉快最兴奋的一天，这个我以前也讲过许多次，不过今年我想有很多新的同仁，所以我再讲一遍，每年的台积电运动会我都认为是那一年的我最兴奋最愉快的一年。为什么呢？那刚才好像是司仪也提了一个名词，这个名词是台积精神。那我在想啊，什么是台积精神呢？我现在不问这个司仪了。我想我用自己的话，用自己的想法来跟大家讲讲。我想，我为什么那么喜欢运动会，每年一次的运动会，就是因为这个运动会里头也有很多代表台积精神的东西。什么？是什么？好，第一，我说是运动会鼓励大家经常的做运动，是这个现在已经没有什么疑问，你每天也不一定每天啊，每个礼拜至少三次，至少三天，最好是四天以上，当然最好是每天做点运动，大概40分钟的运动，每天每次。我自己可以跟大家讲，我从24岁到24岁以前都在学校，这个运动比较多。24岁就开始工作了，开始这个有工作了。24岁到50岁，可以说一点运动都没有。50岁，我忽然警觉，假如我现在还不运动的话，那我岂不是将来年纪越大，就越
健康越会不行了。所以50岁以后，我就开始我刚刚讲的，每个礼拜至少3天，很可能是4天以上。那最近10年20年，可以说是每天。那这个运动的习惯，对我这个50岁以后的健康，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。啊，我到一直到2年以前，我都还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人。你没有健康，你自己也不能做什么事情，你更不能为你爱的台积来做什么事情。第二个价值，这个运动会代表的是所谓运动员精神。什么是运动员精神？第一，要有纪律；第二，你假如是赢了，在比赛就赢了，不要太骄傲哦，太骄傲了，下次就被人家干掉了哦。那假如你输了，也不要太失望，因为还会有下次比赛。你总是假如是持一个平常心，胜了不骄，输了也不是很这个失望。我想是你长期的赢的机会会很大的。第三，运动会表达了这个精神价值，就是合作。我们要合作的，刚刚的表演就是合作啊，就是合作的一个表现啊。你并不是个人的表演，而是整个团队的表演。接力赛我最喜欢的，今天我想一定有那个5000公尺，是不是6000公尺接力赛，我最喜欢啊！这完全是一个合作的这个表现，并不是只有一个人、两个人在一队里头快跑得快就行，要大家一起，而且是接棒的时候要是最短的时间啊。所以运动会是健康、运动员精神、合作，至少这些。我们台积电在过去5年当中，差不多4年以前吧，2019年以后就没有，因为 COVID 啊什么都没有开台积电，都没有开运动会。2019年在运动会上面，我曾经讲过，台积电已经是成为世界地缘政治策略家的兵家必争之地。这句话你们记得吗？你们最近2019年在这的时候记得吗？我想这个过去4年是的确证实了我的话了。我们台积电以后的竞争环境，以后几年的竞争环境，绝对不会比过去几年要轻松。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最好的都用出来。这个
全球化至少在半导体方面已经是没有了，没有了。自由贸易已经是没有了，最重要的还是国家安全，每一个国家都在担心他的国家安全。那台积电成为一个大家都需要的一个公司，大家都要。那竞争跟别人、别的公司竞争还继续会在，而且别的公司会利用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趋势，就是没有全球化了，没有自由贸易了，我们的竞争者会利用那种优势来要打败我们。所以台积电在未来几年的挑战会比过去几年至少一样严峻，也许更为严峻。但是我今天看到大家年轻人，也许你们以为自己不年轻了，也许有些人以为自己不年轻，我要跟我比较起来你们年轻很多。我看见那么多年轻人那么好的精神，我是又是感觉得非常兴奋。我们可以克服，台积电可以克服未来的挑战了。让我们再喊一次，我想再听一次，我爱台积，再创奇迹。我爱台积，我爱台积，再创奇迹，再创奇迹。谢谢大家。